择いつも一つ。你平常玩过卡丁车吗？哥，你感受一下吧，你起码摸摸那个车。我跟你说，一般就这样坐着说啊，好好，就他很可能就是平常就是车神那种，就开卡。你说出你的真实的内心想法。我坐地铁上班，我能有多厉害？完了，就没有人开卡丁车上班啊！我知道他肯定会参加50米。我今天不跑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还要跑？你要卫冕，你要守卫你的这个冠军。去年就卫冕了，也是。那去年卫冕，今年不是必须要参加了吗？是啊，不用吗？去年那个成绩已经打了，那什么的，没必要再。对，还是成绩得去。我今年可能也不去50米了。那我去吧。你去。都不去的话，那我去吧。